本人有一位犹太先知，伊个名叫做约翰，伊是上帝拣美尽量的罗卜。但是有一天，上帝予伊一件特别的使命，这个使命挑战约翰的信仰，也将伊带到对敌的土地顶。这个使命是有关约翰甲尼尼微城的故事。中啊，中啊，诶，是啥物人咧叫？中啊，是我，我是上帝，上帝在叫你。上帝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中啊，我爱你去尼尼微城叫遐个人悔改。哈？啥物？你爱我去尼尼微城？上帝，我会使莫去吗？上帝，我会使莫去吗？你你你啦，有够歹的，做够侪歹代志，而且你你你社阁遐尼远，哦，我想无爱去的啦。上帝，我会使卖去吗？唉，但是上帝交代代志，无去做阁袂使，安尼是要安怎呢？我等下想办法。中啊，为回上帝好了，都走去卡西城，在路顶拄到一只船，伊就唱在船底滚。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咱继续看第一幕。哈哈哈！我实在有够巧，你看我想到一个好的方法，我等你把我包给我看看呢。坐船，我要到重重的所在，安尼上帝就找得到我。上帝若找得到我，我就唔免去哩哩哩城。我实在有够巧，够配合我家己的啦。够无聊，要在后边困。哎、欸，奇怪，天哪，这么黑，风哪这么大嘞？哎，咱头头无好怕。小心眼啊，来问问，抽签知道谁造成？用啊用啊！哦，卖吵啦，要困啦！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聪明，何必拢灭去啊？卖搁去这阵底困，是不是你得罪上帝？不是不是，好，咱来听头啊，来听看卖，看啥物人得罪上帝，安尼发生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来，我来看看我。哎，我感觉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好，安尼好，放心，绝对嘛不是我。哦。
讲哟，我是一个缘投搁飘起来一尾大鱼，今仔日上帝给我一个使命，叫我来吞食一个叫做钓竿的猴囡仔，因为伊得罪了上帝，我为着要吞伊，只好将我上刁蛮假嘴去摕起来，以免到时去甲伤着。我是比赛，上帝派我来给招一杯大白鲨的假嘴去。朋友，有时阵咱嘛会遇到困难，亲像勇敢先生共款，会感觉真无帮助，头前的路毋知影要安怎行落去的感觉。伫生活中，无人理解你的感受的时阵，要上帝，因为伊从来无离开咱，伊爱是听咱的祈祷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其实你嘛会当亲像勇敢先生共款，伫上帝面前祈祷，因为伊疼你。感谢你哦，嘿嘿，免客气啦，兄弟，
伊叫我来甲你斗相共的啦。哎呦喂啊！叫啦，我好一只足大只足肥的虫，咬着我死啊啦！啊，冰花酒，兄弟，我的朋友冰花酒死啊啦！你哪会生安尼对待我啦？兄弟，甲你无相关的树仔打死，你就这么受气？那安尼，微微城有12万人，男女老幼拢有，囡仔被毁灭，我也减袂心痛的。上帝，我知啊啦，我一面是你的意思，你所有的人拢是你创造，你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你的拯救。上帝，我知啊，真欢喜。总算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以后有机会爱护较侪，犯罪人有机会悔改，拯救因。是上帝。小等下，来，咱嘛请每一位姊妹做伙上台，咱嘛即时嘛请咱的会长做伙起来。你知咱今仔要庆祝什么节日吗？好，你到位表演。